打造全龄共融的图书馆阅读建设，吉安乡公所采公民参与方式，广邀各个领域民众来了解三大馆场的设计规划。乡长游竹真希望借由工作方汇集各界的意见，打造更符合未来趋势的图书馆，以建立后续20年甚至于是40年图书馆的发展蓝图。吉安乡公所在客委会文化发电机计划支持下，要推展图书馆广度的阅读建设，并且首度采用公民参与工作坊的方式来吸纳各界的意见。其实今天的参与式工作坊是要借重大家就是对民听取民众的声音，因为中央部会希望呢，在建构任何的硬体设备都能够来听取这个在地的声音。那谢谢这个客委会呢，在去年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文化发电机的规划设计费，我们呢吉安乡公所希望用文化发电机为出发点的规划设计费呢，能够重整这个整个吉安乡的这个图书馆哈。那从这里开始出发呢，不要只是公部门在做公部门的事哈，那公部门可以做很好的一个良善的一个应该是说一个的点，然后呢借用这个全民的这个力量呢，好的呢我们能够借用他们的一些听取的意见呢，能够在我们设计规划的时候能够到位，能够更友善的这样的服务。吉安乡长游竹真强调，图书馆应该不只是借书的场所，更应该成为社会学习和文化成长的核心。透过公民讨论模式，可以更广泛倾听使用者需求，让图书馆真正属于全民。在整个吉安乡的串联的共构，从点线面一直能够到位到社区，也带来便利性的阅读，还有资讯网的中心，带来了我是阅读查询资料以及我们的研修中心和资讯来源的很重要的准备，乡民乡亲的意见可以成为我们在建设的一个佐证，参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料跟养成。所以今天是带来了各个市农工商以及我们文化体系和所有的乡亲带来的一个准备会议，也带来了乡亲十足的表达他们意见分享，来成为我们吉安乡未来建设图书馆还有喇喇叭以及阅读馆很重要的文化发电机的电力的来源。这一次工作坊会议讨论的四大主题包括了全龄使用需求、空间设计改善、低碳永续设计、 AI 数位共阅平台的建设，涵盖图书馆硬体设施还有服务创新的全方位提升，以及软实力需求加值。而这次计划也会体现全民参与公共议题的关心，为吉安图书馆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并且把图书馆定位成为地区型的文化中心。记者会吉安乡报道。